沈梦辰深夜发微博为杜海涛庆生，快乐家族众人也纷纷送上祝福。今天是杜海涛32岁生日，沈梦辰凌晨发微博晒出两人同吃冰淇淋的照片为其庆生，并甜蜜祝福。据悉，杜海涛和沈梦辰在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谈恋爱了，只是刚开始是地下情，一直没公开，所以两个人之间也不会有很多公开的互动。在一次节目上面，沈梦辰亲自给杜海涛画眉，并称如果你搜了就没有以前可爱了，一言一行都充满了关爱。沈梦辰和杜海涛，你们什么时候能把红本本安排一下呢？这不何炅、谢娜、李维嘉和吴昕等众多快乐家族成员也纷纷发微博送上生日祝福。看着这满满的祝福，不管是来自沈梦辰甜甜的祝福，还是来自快乐家族暖心的祝福，感觉杜海涛都值了。再说沈梦辰跟杜海涛两人谈恋爱已经这么长时间了，而且早就到了结婚的年龄了，真心希望他们俩早日拿到小红本了。